最近我们拍到陈毅和张雨曦在某地拍摄新剧，开拍前只见陈毅拿着剧本在一旁背台词。当天他身穿白色针织衫搭配黑色牛仔裤，没过多久他放下剧本坐到长椅上，而此时张雨曦也来到他身边，两人与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会儿后便开始试戏。可以看到两人聊了几句后，陈毅便歪着身子贴近张雨曦与他说悄悄话。试戏结束后，张雨曦随即拿出相机拉过旁边的一个小女孩与她一起合影，画面也是相当温馨。过了一会儿，拍摄正式开始，张雨曦和陈毅各自穿上了外套，拿着咖啡将刚才试戏的戏份重新演了一遍，俊男美女那是非常养眼呀。拍摄结束，陈毅提前离开，张雨曦则接过工作人员的伞走到一边准备接下来的拍摄。据悉这部剧已经是陈毅和张雨曦的二度合作了，不知两人有没有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呢？